人见人爱，那你就是要去面对冤家，是冤家如山之石，没有你我怎么修空性啊，修忍辱啊，修向好庄严啊，如如意宝啊，修心八纪说你伤害你的就是你修行的如意宝。第二，常有慈心向于一切，各位哪一天要做一个像神经病一样站在百货公司门口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精神有问题，对啊，我一见你就笑，你要开始培养啊，傲嘟嘟没办法修行啊，所以你要开始练习有表情，有表情，有眼神，有手啊，等一下讲一讲在台上跳来跳去再下来好了啊，因为你要让众生欢喜，所以各位你要就像老人家看到孙子哦，那个脸像苹果一样，哦哟，他爱孙子啊。那我想各位要开始练习，所以我经常去日本，我发觉我日本很多地方我可以学的，那个电梯的小姐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店员那个服务态度多好啊啊！但是你看，我们要练习他们的外表，除了我们有内心虽然有好心，但是我们没办法显现在外表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各位要常就是永恒宝石，这个慈要让众生快乐，要送他最好的东西，向一切啊，就像我常讲啊，你今天回家哇嘎抓来啊，你好阿弥陀佛了，要吃什么啊，你要对他好，蟑螂蚂蚁孤魂野鬼，哇你来找我找对了啊，我要对你布施啊，我要把你当作未来佛啊，我要让你离苦啊。我讲到这个有一点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这一辈子感情不太快乐，或是你天天都很喜欢打扮得很帅很漂亮，你身上一定有一个情债债主在让你一直想要很漂亮啊，那你一定要超度他，你不超度他你就每天被他干扰啊，你80岁了还想谈恋爱啊，还想帅一下啊，啊那你怎么超度他啊，那你要说我爱你这样，你要满足他，送他花，送他美丽的东西，然后呢啊让他感觉到罗曼蒂克，然后呢再把他超度了这样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位菩萨他就身体不舒服，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身上有冤亲债主，他就好，他就跪下来，师父我为他念七部地藏经，我跪得很痛，他最后问我说有没有超度，还是没有，为什么？少了一句跟他塞那一下就 OK 了，你就给他说哎呀我爱你这样，下辈子我继续爱你，他就超度了啊，你要跟他讲讲好话，你要安慰对方啊啊，不是我送地藏经啊，你念到好你死啊你啊，所以那个你念经没有这个悲心，没有这个喜心，那这样就意义不大，所以各位要开始常有慈心向一切冤亲债主，对我好对我不好，认识我不认识我，我都要啊用这种慈善的眼神快乐给对方，这样你会人见人爱。为什么菩萨要修这个？你不修这个你怎么讲佛法呀啊，再好的话我一见你讨厌，没供啊没供啊，听一句话没供第二句话啊，像我师父跟我说电视打开看到就把它转掉啊，可怜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台上挖博开花了多少钱制造一个骗子，你竟然听不下去啊，所以那各位你要开始去追求这个。三，常行求索无上要法，那为了众生啊，这个无上是菩提心的最重要的，能够帮助众生能够成佛的，你永远都要去追求，你要很欢喜去追求，就像我们在赚钱一样，好赚好赚好赚，要去把它全部赚到。因为你不能说那我就修一个法就好了啊，我就修一个派就好了。所以有时候有些居士，师父我是哪一派的哦，那这样以后你就对其他派的你都没有追求了，那你不好可惜吗？依法不依人，对不对？依真理不依派系。所以所有的众生都需要法，这个众生需要的是人天福报，这个众生需要的是什么，你都要为他而学，
但是你也是为了菩提心来帮助他。第四个，做佛形象，就像今天中午我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啊，要做哇不动佛，要做药师佛，对不对？我经常做小佛像，我希望跟人家结缘，结缘小佛像，大的做不起，做小的嘛，啊，但是做大佛像很庄严的，所以各位要多做，因为别人看到佛像就很欢喜，所以你就得到那个业报，别人看你欢喜。第二，念一下，菩萨富有四世法，得大富有，何等为是？一，布施以时；二，于己备月；三，雨后不后不复回；四，寄予不求其报。那菩萨除了外表讨人爱，大家喜欢接近你，众生喜欢你，第二个要有钱富有，满众生的需要。第一个布施以时，这个意思他们真的需要，你赶快要布施。所以我想我们去欧洲美国，旁路边太多那些难民啊，甚至是那些没有家住的啊，那各位要随时准备好一些，不要打开的整包的，代表安全，没吃过的，对不对？整包的给一张钞票啊，还有衣服给衣服啊，所以要对方需要的时候我们赶快能够去帮助啊，这个时候你能够得到很大的福报，这样才可以利益众生。再来，予以备月，当你给了对方，已经给对方，你更高兴，那是施比受有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能够给出去，我太快乐。就像各位看到各位挤啊挤啊挤到前面来布施哦，啊，给完以后我心情好啊，啊，所以你要这样说。再来，雨后不复悔，你给对方以后，你不要去问他到底做了什么啊，所以你为什么不会把我把拿去造佛像？因为你让我布施，我就很快乐了。不要后悔啊！给完以后不要后悔。再来，寄予不求其报。既然我已经布施了，给对方，我就不求你回报我、认识我等等啊。这样呢，能够三轮体空的去布施。那当然，这个布施有很多种布施啦。像我这个人，你看，我整天讲讲讲。我师父说，你下辈子生意会更好啊。因为你一直在讲，一直在念，所以我下辈子这一只手一定是篮球头，一定是棒球，我这样天天喷到磨烂了啊！我下辈子一定很会投球啊！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要一直奉献。第三，菩萨富有四世法，得神足，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。何等为是？一，见人做功德不行断绝；二，见人说法而不终止；三，常燃灯火于塔寺中；四，求三昧。如果你去极乐世界，你就可以这样，从一佛国复制一佛国啊，每天不一样的佛国净土去供养。但是有些菩萨，他已经证得这种圆满的神通。他一下可以去极乐世界再回来，然后呢再去妙喜世界再回来啊。那菩萨如何得到这种神足通呢？那要成就四世法。第一，见人做功德不行断绝，也就是说随喜他，希望大家继续去做这个善事。往往很多人会讲，哎呀不要放生啦，对不对啊，不要那个啦，因为人家在做功德啊，造佛像供袈裟，这些都是功德，然后不要去叫他不要做。二，见人说法而不终止，说法是在除对方的病苦，哎，虽然这个法跟你不相应，你喜欢推这个法，他喜欢推这个法，但是我们要随喜，见人说法不终止，那以后你就可以神足通，遍一切处，一佛国至一佛国。三，常燃灯火于塔寺中。所以各位呢，最好你家里有佛像，面前呢至少有一盏灯叫不灭灯啊。将来有机会，各位在新加坡啊
看哪一个地方啊，至少每天点一个1080灯不间断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台湾生命电视台，哇，那些功德主不少啊，排排排排排到明年去了啊，每天点1080要排队的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做灯现在比较便宜了，1块钱新加坡币大概点10几个灯啊，所以就很便宜啊，自己做的，所以材料比较单纯啊，但是这个灯不间断。那现在有人就做高一点的，一点可以点一个月的，对不对？点15天的，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去点灯。所以现在很方便啊，下午设拉起来，佛像做好了，1年灯 LED 就给他点1年，这也是个功德吧，让那尊佛像亮起来供养。所以这样以后有神足通。第四，求三昧。三昧是一种禅定，就像各位你现在坐在那边很专心听，然后很愿意去听跟思维佛法，这个就是接近三昧了。因为心无杂念啊，三昧就是让你的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越念越发心，念到喉咙酸啊，乃至脚酸还在念，三昧的状态，所以对这个法完全融入叫三昧。所以各位要求各种的修行的方法。第四，菩萨富有四世法则无仇怨无亲疾者，何等为是？一，于善知识无愚谄心；二，不悭贪度他人物；三，见人布施助其喜；四，见菩萨诸所作为不行诽谤。我们作为华人，各位特别在新加坡真有福报，因为各位都会看中文啊，所以我在台湾，我们台湾小时候的教育，中文教育也很重要，特别文言文。虽然那个时候苦读，但是现在回来看佛经，哎呦，好在我有读因为如果你中文不够深入，你不会看佛经，特别大乘的佛经，大乘佛法都翻成中文，那不太可惜了吗？所以要随喜自己啊。所以第四，菩萨护有四法，你就没有仇人，没有冤亲债主，没有侵犯你，没有嫉妒你的这些事情发生。如何达到这样呢？如果说你这个人做事经常有人要攻击你，包括佛陀，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多少人在毁谤他侵犯他，佛陀都示现这种无常相给我们看，因为他故意示现在五浊恶世成佛。所以第一，于善知识无愚谄心，所以我们对善知识是真心的尊敬，并不是因为他知名度高因为我们要听他的法来实践，而且对他内心感恩，而不是这种只是因为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，然后我暂时来接近你来恭敬你那这样就不对。第二，不兼贪度他人物，所以不嫉妒，而且呢也不会说自己不愿意帮助对方，不牵贪乃至嫉妒。牵贪就是自己好的不愿意给别人，然后别人好的你又嫉妒，那这样你就有很多冤亲债主，很多人回谤你。第三，见人布施助其喜别人在做好事，不管他做什么我们都随喜，而且希望他能够圆满。第四，见菩萨诸所作为不行诽谤。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，我们不能去批评别人做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说，那你干嘛去放生呢？这个钱去孤儿院就好，孤儿院也好，老人也好，护生也好，帮助佛学也好，也通通都重要，个人因缘吧所以各位不管别人在做什么，我们都随喜他们只要他们对社会有帮助，虽然不是全盘的，你不能说这个才对那个不对，因为只要是善法我们都随喜。第五，菩萨富有四世法则无殃罪，所作善行即得净住，何等为是？一，心意所念常至于善；二，常持戒三昧智慧；三，初发菩萨意遍起一切智，
多所度脱，是常有大慈悯于一切。如果我们要修菩萨道，你不能业障太重，好吧？你宿世的罪障一来，让你没有办法继续来去修行，所以菩萨道就希望能够很顺顺利利的去圆满这个利他的修行，而且所做的好事都能够清净的安住啊，不会被破坏啊等等。何等为事呢？一，心意所念常自于善。那各位现在每天都在想，不管我活着，我就在想如何帮助别人，如何行善法。你每天要想这个，你也可以用打坐来想，我这半个钟头，将来我要做观音菩萨的事业，那我应该去多去老人院，然后我要开始去照顾独居老人，然后呢，我要开始去邀多少人一起来帮助他们，也多去想这些啊。甚至各位，我每次看到河流，我在想这边可以养什么鱼，这边要放什么饲料，这边要种什么树，树上要放什么鸟的声，你要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佛国净土，这个修行很重要啊。每一个人如何让他成佛，每一个地方如何善发挥啊？就像我到机场看到的很漂亮的 LED， 最先进的科技，这个如何变成大雄宝殿呢？哎呀，大雄宝殿变成一种荧幕啊，啊，随时都在显现极乐世界，他们那种灯光，他们那种玩具，包括女孩子衣服，我都跑去看，我去设计义工衣服。怎么样漂亮啊，啊，又凉快啊。我也跑到鞋子店去看，你们什么去设计居士鞋，出家人的鞋啊，啊，要又好看又现代化，对不对？还又不是动物皮的，你要设计出来，你不能现在用的都是古时候的东西。时代变了，但是各位你要转世间法都为佛法，就这个意思。二，常持戒三昧智慧，守戒律禅定。大圣不喜欢用禅定，大圣喜欢讲三昧，保持慈悲的状态啊，保持身口意的状态，保持这种念佛的状态，叫三昧。智慧，那就是智跟慧，智是知道一切，慧是无分别一切。那各位要保持在这种戒定慧的状态，这样你就可以时时刻刻消业障。如果你天天守八关斋戒，在这种戒定慧的一天一夜八关斋戒，就可以消除横祸，消除无量的罪障，不堕落三恶道。何况你经常保持在这种状态，所以各位一个月至少十天保持在持戒三昧智慧的状态，那至少每天两个钟头，早课晚课你自己定时间，保持在戒定慧的状态。第三，初发菩萨意，遍起一切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想要去帮助众生，那我一定要把我的目标追求成佛的智慧。各位，你现在点一盏灯都要回向，愿我早得佛陀一切智啊！所以所有的都要追求这种圆满的佛陀的智慧，这样你才能够多所度脱。因为你有佛陀圆满的智慧，你就可以帮助各种不一样的众生离苦得乐。第四，常有大慈悯一切，所以先升起这个大慈心，然后呢，来让所有众生都得到这个快乐。怜悯他没有这个快乐，所以希望各位你不要一种习惯，就是说我喜欢用好的，我不管别人用的好不好；我喜欢住最好的，我不管别人住的好不好。这样你会失去悲悯心的啊！悲悯心是所有的好都是为了众生的，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。第六，菩萨富有四世法，魔不能得其变，何者为是？一，常念于佛；二，常精进；三，常念经法；四，常立功德。菩萨修行四法，这些魔不能伤害你、侵犯你。一，常念于佛。佛大慈大悲，念佛佛念你，佛加持你，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拿个念珠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看到生病变药师佛，看到心情不好变观音菩萨，随便你。但是你要保持在跟佛这个，就像卫星频道手机打开永远都有讯号一样，
常念一佛。当然念佛从佛号、佛的相好庄严、佛的德行、佛的力量都要念。第二，常精进，那时时刻刻保持在念佛精进追求成佛的努力。第三，常念经法，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做到啊，所以我每次都要发给各位不一样的经文。事实上这几天要发给各位四本啊，然后等一下就会先发给各位，还是明天再发好了，一起稍微简单的说一下。那各位要很喜欢啊，很喜欢看经典，思维佛法怎么帮助众生，常念于经法，试着常立功德，那你要成为一个佛陀，你要利益众生，要广修功德。所以就像百花显现一样，各种的花代表不一样的功德啊，希望所有的世界充满功德。第七，来，菩萨富有四世法，临寿终时，佛在前立，未说经法，令其不堕苦痛之处，何等为是？一，为一切人故，具满诸愿；二，若人不施诸不足，则念欲足之；三，见人杂施，若有短少，便必助之；四，常念供养于三宝。菩萨如果去做后面这四种修行，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佛站在你面前，为你开示，啊，那你就不会痛苦，你还可以往生净土。哪四种呢？第一个，为一切人故，具满诸愿。所以希望每个人都满愿了，戴阿塔班赞者阿瓦波达那也说哈，就像我们出家人被供养，那摩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陀遮利助利准提萨婆，这个叫准提满愿咒啊，希望所有布施者心想事成。所以为一切人具满诸愿，只要他是善愿，乃是世间的快乐，他要漂亮你就让他漂亮，不漂亮而要求更高的品质的漂亮，由外表的美变成内心的美啊！他要富贵，你给他富贵，而追求三善根的富贵圆满。所以希望所有众生都满愿。第二，若人布施诸不足者，念欲足之。那有人在布施，我钱不够诶，没关系啊，我想尽办法补满啊，或对方需要，我们想尽办法补满。三者，见人杂施若有短少，便辟助之。所以看到别人做各种不一样的布施，如果不够，那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帮助他。所以各位，你做个菩萨也要修到有福报，有威德啊！别人在缺什么，你像一个大国王、大商主一样。那这样你临终呢，现在快乐，你当然你临命终更快乐。三，常念供养于三宝。所以各位在家里至少要有一张佛像或一点经都可以，摆一个佛塔也没关系，摆一个咒语代表三宝，经常供养三宝，你一经过就合掌一下，换一杯水，插一支香都可以啊。甚至你在开车坐车先供养三宝，供养佛，供养合掌，供养念一下供养的咒语，乃至至少念嗡阿吽，养成这个习惯，所以永远不离开三宝的加持。好，终于佛学院下课了，但是我希望各位啊，我今天只是带个头啊，各位你平常一定要无论如何哪怕15分钟就拿出一段好好来思维，对不对？菩萨八法、菩萨十法、菩萨四法、菩萨二法，因为有百千万亿的这些二法、四法、六法啊，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意义，然后随时要让自己恢复到菩提心的状态。好，我们来回向，念一下：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麻烦各位起立，我们要面对消灾排位，来，以此功德，所有功德
回向所有三善道友情，人类病苦者，所有消灾排位，所有参加者、护持者及其家中眷属、家庭事业同享功德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问句，请面向往生牌位更升起一个悲心，哎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接引众生受苦有情，同生净土，所有功德回向三途苦有情，所有往生牌位，所有参加人等、护持人等之往生父母祖先、冤亲债主、动物亡灵、流产胎儿、法会内外有情众生同享功德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问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义工，阿弥陀佛。好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请各位把这本《用慈悲过生活》请拿出来，请大家翻到220页，我们还剩下15分钟时间，读两句也好，哎，但是这个都是白话的，那我想各位看很容易，看很容易。那后面有一个主题叫快乐的秘诀，如何在工作里面快乐，如何在家庭谈感情里面快乐，如何消除那么制造痛苦的因无明恶业。那我现在翻的是属于真爱，前面那一部分是属于工作中的修行，如何在工作里面做得很快乐很快乐。但是我想各位现在是有家庭的人，有家庭就有爱情，但是如何在世间的爱情里面找到真正的爱情，
真爱。那怎么做？佛法是让我们快乐的方法。所以第一条，如果你想要被爱，首先要爱其他人。